糖豆人 PS5 版今天免费了啊，教大家怎么下载。首先进入商店，按三角键选择搜索，搜索英文 FALL， 这个就是。它有 PS4 版也有 PS5 版，选择好之后直接下载即可。另外还有一个简单方法，进入 PS 商店，拉到最下，找到第三个免费，第一个就是。这是一个免费游戏，以前是需要付费购买，好像是50-60块钱吧，今天免费了， PS5 PS4 任天堂 Switch 都可以下载。在玩的时候它会匹配65名玩家，我算是其中一个。我们看左下角正在寻找玩家，这时候就要看你的网络能力了。如果你那儿的网络质量不好，可能需要等很久。你看现在一共需要60个人，现在已经拉了48个人，等拉足了这60个人就可以一起玩了。今天下午在直播的时候也玩了这款游戏，我看他们很多人说 NS 匹配不到人，也有的人说 PS5 匹配到0个人，这些都是网络问题。那网络问题怎么解决呢？方法有很多，我现在用的是这个迅游的盒子，就是这个盒子，现在是绿色的加速状态，迅游送了我7天的会员兑换码。这个粉红色的就是我啊，这个 X 键是跳，你要从这60个玩家中，哎呀，你要从60名玩家中脱颖而出，也是挺难的。这个方块键是向前冲，这个 R 键是抓，这得需要进入前37名，右上角有一个排名，要进到前37名才能过关，没有加速，没有助跑。另外这些玩家都是现实玩家，摁 L2 可以看见他们的名字，好像也可以看见他们所在的平台，使用的是什么平台在玩游戏。好，下面再说说这个迅游盒子啊，我橱窗里就有这款盒子，买过这款盒子的同学截止到7月15号，前20名同学可以送7天的免费会员。如果你在我的橱窗里购买了这款盒子，可以私信我，我给你们要会员去，7天免费会员，你们回去先试一下。首先是先能正常下载，游戏并不大，只有几个 G。第二呢是正常进入游戏，第三是否能匹配到这些玩家，另外还有一个在玩的时候有没有延迟，这些都很重要。所以对于这种网络游戏，还是买一个盒子，加速盒子会更好一些，会更稳一些。如果你那儿不买盒子，也可以顺畅玩的话，那就可以省下这份钱了。另外说一下这个兑换码怎么用啊，首先进入手机的迅游 APP， 在这个界面右上角有一个兑换，然后输入一串序列号就可以充值进来了，会员增加了7天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希望能帮到你，欢迎关注小白宝箱，我们下次见。